没人变。你是菜鸟。年轻手是吉安市首屈一指的涉黑团伙，多年来利用放高利贷、开地下赌场等方式为祸一方，其头目吴向佛更是杀人、绑架、敲诈，无恶不作。不过树大招风的他很快就被人收拾了，对方正是另一个黑老大罗飞和他的金主大老板杜万。被伤了元气的吴向佛自此开始销声匿迹，在江湖上消失了很长时间。为了能成功摧毁吴向佛犯罪团伙，警方安排了警员秦峰去做卧底，潜伏在捏金手二当家九头鸟身边。出这个任务之前，秦峰和好兄弟薛队在一起打了最后一场拳。本来这个卧底任务是安排给薛队的，但因为当地黑社会都对他过于熟悉，所以新面孔的秦峰成了更合适的人选。薛队叮嘱秦峰在卧底时一定要万分小心，还放话需要什么配合尽管开口。把你那个梅西限量版的梅西给我。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拿下。两兄弟轻松地玩闹着，自此之后两人就是黑白两道，再能这么轻松地聚在一起还不知道得等到何时。因为长久以来吴向佛的人间蒸发，他的死对头罗飞在此期间不断蚕食他的势力，发展壮大，渐渐也成了警方的眼中钉。既然吴向佛一直不露面，薛队就和秦峰商量好先端掉罗飞。一个雨天，九头鸟带着秦峰和小弟去砸罗飞的场子。各小组注意，全体待命。场子里是罗飞的手下阿斌和小弟们，九头鸟带着兄弟们一言不合就开干，很快就把场子打得一片狼藉。告诉我罗飞在哪，招惹你们这帮孙子。眼看九头鸟有危险，一旁的秦峰飞身一脚踹开阿斌的小弟们，救出已经挂彩的九头鸟。九头鸟大叫着让秦峰帮自己报仇，火力全开的秦峰瞬间放倒一大片。眼看着小弟们都不是秦峰的对手，最能打的阿斌自然要过来和秦峰交手。两个肌肉男铁拳互殴，开始肉搏。刚过了几招，阿斌就明显不敌，被秦峰打倒在地。给我别动！一直等在场外的薛队立马带队进场。场子里的九头鸟还浑然不知，而是打电话告诉罗飞大哥吴向佛即将重出江湖。一旁的秦峰听到这话自然是大喜，可却无法将这一消息传给薛队。而罗飞一脸轻蔑地挂了九头鸟的电话，气得九头鸟就要拿阿斌出气。正好薛队带着警察们杀了进来，大家纷纷夺门而出。薛队很快就锁定了九头鸟、秦峰、韩姐三人，一路追着他们到了场子外面。眼看着秦峰还在做戏，薛队内心充满不解，但眼前还是先抓了他们再说。薛队一个原地起跳，薅住了最后面的九头鸟，秦峰赶紧回头来救，并成功用刀挟持了薛队。我去开车。喂，一直。薛队拦住了手下，他需要点时间消化秦峰为什么会突然改了计划。回到场子后，他接到了上司周局的电话，心事重重的他决定先赶回警局。我们接到情报，吴向佛可能回国，加上秦峰今天的表情，我觉得八九不离。看来这场警方和吴向佛的恶战随时要开打。好不容易逃走的九头鸟急忙给吴向佛打电话。吴向佛此刻也没闲着，蛰伏了这么久不过就是为了回来能一雪前耻。他把第一个复仇目标锁定在了杜万的手下老张身上，带着大嫂杨柳一起绑架了老张一家，并把他家里的现金都翻了个底朝天。老张大叫着当初劫吴向佛的钱都在这里了，这些都可以还给他。用我们的钱买你自己的命，挺有意思的。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老张跪在地上连连求饶，不停强调当初吴向佛的场子被警察端了和自己无关。我这个人做事全凭直觉，等我找到罗飞就知道了。侥幸从警察手里逃脱的九头鸟觉得他们内部肯定出现了问题，因为韩姐一直跟着自己知根知底，后加入的秦峰成了最大的怀疑对象。带着秦峰、韩姐回到老院后，九头鸟掏出一柄长枪对准了秦峰的头。是不是你把警察引来的？说。九头鸟让秦峰把手机掏出来，但手机里面除了一堆垃圾短信什么都没有。
这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恰恰更加深了九头鸟对秦风的怀疑。通话录情况，信息里面除了广告就是运营，你还删挺干净的。九头鸟已经认定秦风就是警察，秦风却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到。他们刚才哪个警察救了你的？你会用枪吗？对准一点。这时白天被扣在厂子里的小弟大海突然跑了回来，大伙儿很是吃惊。我这不是偷了钥匙，打开手铐我就跑出来。其实这一切都是薛队的计划，因为担心九头鸟会怀疑秦风的身份，薛队特意嘱咐手下放松对大海的看管，故意增加大海是卧底的嫌疑。看到剑拔弩张的九头鸟和秦风，大海赶忙和稀泥邀功自己抢了一辆车，大家可以赶紧开这辆车逃走。虽然这一番操作后，大海的卧底嫌疑迅速被提升，但九头鸟还是无法对秦风完全放心。他命令秦风先去开车，一切等见了吴相佛再说。可倒霉的他们却在一个桥洞附近遇上交警盘查。我们倒回去，我能倒。来，拦住啊！他们只能选择迎难而上。交警让秦风出示证件，可车里什么都没有。秦风谎称自己忘带了，却并没有那么容易骗过交警，让车上四人全部下车去路边等着。这时薛队正好带队经过，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眼疾手快的秦风赶忙冲在前面和薛队交手。快跑！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碰头机会，秦风一边和薛队过招，一边抓紧将吴相佛回来的消息透露给了薛队。九头鸟三人在逃跑的路上顺利被来接应他们的杨柳接上，他们赶紧回到桥洞附近，扔出一个火球引爆了停在一旁的汽车。上车，快走，快走，快走。杜万正在自己的酒店工地上忙得如火如荼，罗非突然带人来这找到了他。嬉皮笑脸的罗非提醒杜万吴相佛回来了，让他再给自己点钱去摆平了他，被杜万一口拒绝。我要不拆了他的厂子，您这酒店盖得起来吗？此话让杜万心里一万个不痛快，毕竟自己早已给了罗非这酒店的腾间费，谁知罗非太贪心，搬出吴相佛威胁他。杜万无奈只得又掏了一大笔。与此同时，杨柳带着九头鸟四人去见了吴相佛。吴相佛先是感谢了这几年兄弟们的付出，但是我最近想家，我得回来。当然更想的是罗非。九头鸟把吴相佛喊去了一边，第一时间告诉了他秦风和大海的事，同时也把秦风被清空的手机拿给了他。很显然，虽然被秦风几次营救，九头鸟依然没有对他放下戒心。老谋深算的吴相佛听完没有说什么，拿着手机缓缓走到秦风身边。我这个人做事全靠直觉，觉得你这个人一定能成大事。吴相佛安排其他人回去休息，却单独留下了大海，说是想请他在一起喝两杯。大海兴冲冲的就跟着去了。松了口气的九头鸟和秦风来到门口抽烟，太不小气了。两人被大海从天而降的尸体吓坏，但阴狠毒辣向来就是吴相佛的做事风格，所有被他怀疑的人都难逃这样的下场。就这样，大海替秦风洗脱了卧底的嫌疑，九头鸟决定重新信任秦风。匆匆调整好状态的两人继续出门找罗非，带着兄弟们一路从棋牌室打到 KTV。 一阵乒乒乓乓后，罗非的小弟们被悉数放倒，只剩最后一个光头男坐在座位上不敢乱动。罗非呢？光头男哆哆嗦嗦说了个台球厅，就也被放倒。两人马不停蹄的又奔着台球厅去了。到场后自然又是一场风卷残云的猎杀。等到罗非的人被打得差不多之后，秦风抓住一个已经被打到吐血的小弟。罗非呢？城南找肥仔。城南的肥仔此刻正大言不惭地和罗非通着电话，放话说要去放倒九头鸟和秦风，而说曹操，曹操就到。干他！肥仔被俩人逼到墙边，刚想嘴硬就被秦风撂倒。这时肥仔的手机响了，是罗非发来的地址信息，玉泉会所。吴相佛布置的任务眼看就要完成了，兴奋的九头鸟赶忙喊上秦风一起奔着去了。临行前，秦风用肥仔的手机拨出了个电话，之后将手机扔在了地上。小哥，玉泉会所在哪啊？罗非正带着兄弟们在玉泉会所的泳池里收高利贷，债务人被摁在水里差点被憋死，只能苦苦求饶能再宽限几天。还是和干钱我就不要了。薛队比秦风更早到达了玉泉会所，他带队有条不紊地埋伏好后，等待好戏开场。九头鸟和秦风没一会儿也到了，两路人马展开拼杀，眼看着自己的小弟们被扫荡的没剩多少了。罗非从泳池里爬出来想跑路，秦风自然是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两步追上他之后，又把他踹回了泳池。您说吧，林深，我老实点，不然我打死。秦风赶忙打电话通知吴相佛，罗非已经被抓住，让吴相佛赶紧过来。天时地利人和，这场对吴相佛的收网大戏似乎已经箭在弦上。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吴相佛却并没有上钩，一直在叫嚣要抓住罗非的他，竟要求将罗非放了。老小子，你给我站住！啊！因为吴相佛没有露面，薛队只好无功而返，气呼呼地回到警局，躺在沙发上生闷气。周局突然过来办公室找他，因为最近秦风都没有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他，薛队对兄弟很担心，请求周局能换他下来。都是警队的同僚，当然知道秦风每时每刻都身处危险的漩涡里，周局的内心也是始终不轻松。但是卧底这条路既然走上了，哪能轻易回头。两人争辩之后，周局还是坚持让秦风继续卧底。接着他问起薛队对罗非的安排。他是鱼饵，鱼还没咬钩，我就不能收竿。对，我觉得这条鱼快上钩。杜万给老张打来了电话，殊不知此刻的老张早已被揍得血肉模糊。因为忌惮一旁的吴相佛，老张不敢多吭声，杜万则口无遮拦，透露出罗非最近来要钱，准备招兵买马对付吴相佛的事。明天那大局在哪儿啊？我知道了。什么大局啊？吴相佛再次命令九头鸟和秦风去抓罗非。两人虽然表面上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背地里也免不了凑在一起抱怨，毕竟一会儿抓一会儿放，更像是在折腾人。但是吴相佛的心思没人能猜得明白，既然老大命令已经下达，他们只有听令。两人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开车出了门，路上秦风将车停在一家小超市前，以要买水为由和乔庄等在这里的薛队碰头。薛队告诉他，罗非此刻正在云轩宾馆，我需要你帮我透露罗非的位置，出门向左看。薛队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小店。早已被策反的肥仔正按照薛队的计划站在超市左边吃生煎，看到他后，九头鸟和秦风赶紧追了上去。肥仔一边逃跑一边扔出瓶瓶罐罐，但这显然过于小儿科，他很快就被两人包抄住了。罗非，云轩酒店402，一个人。两人赶紧把罗非的位置告诉了吴相佛，都以为这次总算可以去痛快地拿下罗非了，没想到的是吴相佛的指令又变了。不用了，替我谢谢疯了。心知不妙的秦风猜到自己肯定是被怀疑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九头鸟却已经被吴相佛骗来骗去的指令弄疯了，他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把罗非办了。藏在云轩酒店的罗非这时也接到了吴相佛的电话，吴相佛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他在哪里，正在考虑要不要把他抓回来。这一招攻心计成功让罗非的精神崩溃了，气急败坏的他走到窗边想拉开窗帘喘喘气，正好看到杨柳在楼下停车。因为和吴相佛婚期将近，他今天来这附近看婚纱，罗非已经被吴相佛折磨得快疯了，决定狠狠报复他一把，匆匆下楼把大嫂打晕塞到车里，开车逃出了酒店，却在路上遇到了来抓他的九头鸟和秦风。这俩人看到罗非后立刻掉头去追，可惜的是最后还是一不小心跟丢了。一直盯着罗非的薛队很快也知道了这一切，立刻把消息汇报给了周局。罗非不会对杨柳怎么样，他是想利用这个筹码和吴相佛谈判，这是我们抓捕他的好时机。在醒来时，杨柳已经被罗非捆住了手脚，罗非给吴相佛打去了电话，另一头的吴相佛正在泳池里悠闲地泡着澡，听到罗非以自己为筹码要挟吴相佛，倔强的杨柳不愿成为爱人的负担，大叫着让吴相佛不要管自己，但吴相佛却似乎很是担心，让罗非不要轻举妄动。今儿晚上7点，拿500万现金去我老家金泉的老纺织厂。吴相佛没有迟疑，立刻答应了下来。挂了电话后，吴相佛迅速联系了九头鸟，让他把兄弟们带齐，今晚一起去金泉找罗非。九头鸟自然很是亢奋，兜兜转转这么久，今晚终于可以和罗非算算总账了。他热血十足地开始动员大会。今天晚上是场硬仗，听明白了吗？行动之前，按照惯例，所有人的手机都要被没收。秦风再一次失联了。警局里一直等不到秦风消息的薛队和周局也是很煎熬。秦风应该有消息地铺的，目前在城南的据点，想办法接近他，肯定有线索。趁着小弟们准备战斗的时间，九头鸟和秦风坐在天台一起玩扑克。薛队已经带人埋伏在了他们周围，一切准备就绪后，九头鸟通知大家出发去金泉。等他们一伙人走远了之后，薛队立刻带人进据点搜查，他知道秦风一定会想方设法留下线索。找了一圈后，
他看到一个平平无奇的纸盒上被贴了一个泡泡糖，马上打开一阵翻找，果然发现了勾和圈两张扑克。思考之后，他敏锐地联想到了金泉，立刻打电话给周局。金泉是罗非的老家，吴相佛赶到金泉是与罗非谈判，所以才留下信息。周局命令薛队立刻与金泉警方取得联系，提前布控，他们要来一招瓮中捉鳖。九头鸟带着兄弟们在赶往金泉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吴相佛的电话，让孟涵他们先去运河路旁红色厢车接我。九头鸟于是带着秦风离开了大部队去找吴相佛。吴相佛早已命人等在了路边接应两人，直接将他们带到了一个改装后的货车车厢里。疑惑不已的他们只能先跟着上了货车再说。车门在两人上车后被重重关上，吴相佛拿了酒让大家先喝点歇一歇。到西郊小剧场还有一段路，不是去金泉吗？我说过吗？这才是我要的货。报纸上的人正是吴相佛的仇家罗非的队友杜万。原来那天杜万和老张电话里说的大戏，就是今天杜万会带自己手下的老板们一起在西郊小剧场分账。从一开始吴相佛就根本没准备去救杨柳，女人对于他而言不过就是一时的玩物，去小剧场干票大的才是他的真实目的。敏感多疑的他早已认定秦风是警察，所以他索性将计就计，让秦风给警方放去消息，带他们去金泉溜一圈，这样自己今天的交易才能更加万无一失。他们所有人都被吴相佛骗了。吴相佛拿起高尔夫球杆打开车门，直接戳破了秦风警察的身份。大哥，他怎么会是警察呢？虽说九头鸟曾经也对秦风很是怀疑，但经过这么多次一起出生入死的行动，他早已全盘接受了秦风，并认定他就是自己人。九头鸟追问吴相佛为啥认定他是警察，其实吴相佛手上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因为上一次扫了罗非的场子后一直想用罗非钓鱼的警察迟迟没有任何行动，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吴相佛的怀疑。听信直觉的他决定先除掉秦风。西郊小剧场里，舞台上的杜万正带着手下的老板们一起分赃。这些个钱不干净，要想把他们吃进去得洗一洗，注意卫生嘛。虽然剧场外早已被安排了层层人马，但吴相佛早已杀红了眼，带着兄弟们将其全部放倒。快拦着喊着。看到吴相佛高举着高尔夫球杆的那副狠辣模样，杜万决定先不吃眼前亏，带着老板们乖乖认怂。吴相佛把球杆放在承诺的现金上，反手掏出手枪。各位老板聊聊吗？怂呀。一直带着人等在金泉纺织厂的罗非等了半天，却只等到了韩姐一行。吴相佛呢？找死也不用那么着急，等着。两拨人就这么一直僵着，却迟迟没有等来吴相佛。罗非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命令手下打吴相佛的电话，却一直都是关机状态。就在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杨柳突然开始大笑，他太清楚吴相佛是怎样的男人，所以眼下的自己早已沦为一枚无用的棋子，那个承诺会娶他的男人不会来了。意识到被耍的罗非一巴掌甩在杨柳的脸上，这也成功激怒了对面的韩姐和兄弟们，双方展开了混战。与此同时，吴相佛还在盯着剧场里的老板们一个一个要钱。他妈的，拿钱买命还这么抠啊，人家都笑，一辈子你也吃不上四个菜。在吴相佛枪子的威慑下，老板们都不敢贸然抵抗，一个接着一个乖乖的输密码交赎金，赚得盆满钵满的吴相佛自然是喜不自禁。另一边，被吴相佛击中摔下卡车的秦风竟被一个过路的好心人发现，成功唤醒了他。清醒过来的秦风赶紧问他借了电话打给薛队。长期剧院，吴相佛的目标是杜万，我来得及，先过去牵制。得知中了调虎离山计，薛队留下一组人马抓捕罗非，自己则迅速带领其他人赶往西郊小剧场。秦风借过路人的车也开始往剧场狂奔。吴相佛将在场的所有老板勒索了一个遍，终于将枪口对准了自己最恨的杜万。说个数，一千万。显然这个最后的数字吴相佛很满意，但当听到杜万说自己没有现金要等时，不耐烦的他再次用枪抵住了杜万的头。秦风在这时及时赶到，希望吴相佛能和他回去自首，但主动投降怎么可能是他会做的事。他立刻命令小弟们带上家伙去收拾秦风，但很显然这完全就是送死。秦风挥动满身的腱子肉，打得小弟们毫无还手之力。九头鸟抓起刀也跟着冲了上去，没有意外也被很快放倒。
这时，一个小弟从背后牢牢控制了秦风的脖颈，其余小弟们赶紧从前方发动攻击。难敌四手的秦风一时被这群小弟牢牢控制住了。既然上次没把你打死，这次咱们就试试打脑袋。千钧一发之际，薛队带人到达了剧场。此情此景让吴相佛也开始有点慌了。秦风则趁机挣脱束缚，薅住吴相佛的头一阵暴揍。谁知吴相佛的腰间竟绑满了炸弹。别过来，炸弹，别过来。大家惊慌失措的表现让吴相佛很是满意，他忍不住开始猖狂大笑。他不是能打吗？来打呀，他们打呀。场面一时陷入了僵局。吴相佛似乎瞬间主宰了所有人的生死，他慢悠悠地捡起地上的手枪。不死心的秦风还想劝他去自首，争取能够宽大处理，但他深知自己犯案太多，投案也是必死无疑。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早已被警方的狙击手默默瞄准。你们就陪我一起死。一方危害，吴相佛终于被灭了，警察们赶紧进去解救人质。这场正邪较量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一身轻松的薛队和秦风靠在车旁聊天，面对挨了一枪都没事的秦风，薛队一整个不可思议。我在大马路上醒来那一刻，我也不敢相信，这得感谢你。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我。圆满完成卧底任务的秦风顺利归队。齐安市的这场扫黑行动也以吴相佛和罗非两大黑帮势力的全部落网而顺利结束。黑恶势力的存在势必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定生活，为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警察和他们的对抗必将持续，也必将胜利。虽然和现象级热剧《狂飙》同为扫黑题材，但《猎黑行动》的剧本设计明显更套路和单一。凭借《狂飙》中的安局收获了一波好感后，实力派演员石兆奇再次扮演了一名一心为民的好警察，也算是狂飙粉们的意外之喜。电影里曹云金因为表情动作夸张引来了很多吐槽，同样是黑社会老大，相比于张颂文在狂飙里含蓄又不失阴狠的表现，浮夸的曹云金演得更像是莽村李宏伟。出身于功夫影星的樊少皇一如既往有很多拳拳到肉的打戏，如果是爱看动作戏份的可以为这个冲一冲。